我妈听到的当下当然是觉得非常，因为我妈就是一大早也是疯狂被就是各种亲戚就是祝福啊，然后还有一点责怪啊，就是怎么不讲什么干嘛干嘛，然后我妈就说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后来就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蛮荒谬的。其实好像没有欸，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妈听到的当下当然是觉得非常，因为我妈就是一大早也是疯狂被就是各种亲戚就是祝福啊，然后还有一点责怪啊，就怎么不讲什么干嘛干嘛，然后我妈就说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后来就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蛮荒谬的。而且因为在新闻出来的前几天就一直有在耳闻这样子的谣言跟传言，然后我们自己也都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。对，可能大家真的很希望我赶快就是嫁掉吧。不要齁，不要啦，甜茶还在等我欸。你别我刚就有点想说是不是你中文不好。有啊，我们有就是去走村啊，然后就是有一起就是小赌怡情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就甩个骰子啊什么之类的，打个招呼。什么叫故意输？我本来就会赢啊。